下降90%，而且是早上8点多才有人，到中午就没有顾客了。天大，我们这个也是下雨，不是说现在下雨，现在雨季来了就没有菜。哦，他们是雨季开大啊，接下来要等2个月后面换，定个地方了。等一2个月了啊，就这样了。